好，看一下这一题，这里跟刚才那题很相像，好不好？在抄这题之前一样，各位同学看黑板，他说他加他加上这两相乘，来怎么做？来这一题，这里一样哈，我们给他两个条件，老师再来一次。第一个条件，老师想请问一下 ，OK？老师想请问一下 ,log2 加上 log5 是几？来，两个 log 相加变一个 log 加相乘变 log 几？ 10。回答我，哎，你下面有写到为几为底？ 10 为底。log10 为底10是几？ 1， 有没有？好，再来，这边是把字当作 A， 把字当作 B 好了。是好像 a 三方加上 b 三方，来 a 三方加 b 三方，有没有公式？有，它等于 a 加 b 几次？三次，减掉 3ab 乘上 a 加 b， 这样行不行？所以说各位同学，所以这里怎么算？一样，原式等于几？我把这边当作什么 ？a， 我把这边当作什么？b， 这样会吗 ？a 三方加 b 三方行不行？可不可以 ？a 三方加 b 三方可以写成 a 加 b 几次？三次。老师，底数是十，对，我讲过底数是可以省略，行不行？所以 a 三方加 b 三方 ，a 加 b 几次？三次。减几 ab？ 三 ab 再乘上 a。加 b 这样行不行？这边有点复杂哈、哦。a 三方加 b 三方等于 a 加 b 的几次？三次。减掉三 ab 行不行？可不可以啊？多一个多少 ？a 加 b 可不可以？好，加上这边呢，帮我看一下镜头拍进来哦。八十二几次？三次。八十二三次对不对？把三往前飞行不行？往前飞就变成三倍的 log 五乘上 log 二，这样有问题？没有？不会啊？可不可以？没有，来听听听听 ，log 二加上 log 五是几 ？log 十是几？一，一的三番一 ，log 二加 log 五是 log 十是几？啊，就是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式子可以简写成多少？一二三番是几？一。减掉多少？三乘 log 二乘 log 五乘一乘，要不要减？不用。所以减掉多少？三倍的 log 二乘上 log 五，对不对？加上后面呢？后面是三倍 log 五乘几 log 二，对不对？所以加上三倍的 log 五乘几 log 二，行不行？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对吧？哈，告诉我这两个可以相刚好相杀。各位，相杀之后答案就只剩几一，好，各位可以哦 ，OK， 把这边看一下。